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到 YA Diary。我们目前所在位置是其乐无穷桌游的叉滴滴咖啡交换礼物。来，你敲敲，我敲敲，你要哪一个？纸感觉不错啊，我觉得纸不错，看起来很安全呢。我觉得纸 OK 吗？来，我的 OK， 耶嘿，恭喜！还龙凤没？欢迎拿，不是你的，剩下那个路好，你要拿那个 OK， 好 ，OK， 来 ，OK， 噔噔。我要看一下犯人，犯人，犯人。你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吗？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。很好哎，你看这小对对。哦，那个是礼物啦。哈哈哈！礼物的，你看有两个小印章，元气一百分的小印章。哈哈哈！而且本身印章有五个哎，我的天。哈哈哈！哎，我看一下多有元气，看一下。就是好小米元气。还不一样哦，这很可爱啊！我要知道我放多久，我就找不到，不知道怎么用，你为什么要留着呢？同一系列但不一样的，你是公主系列的，公主系列的，非常可爱，它是铂
得的。他们紧急救援的部分，然后这是我自己出的，其他的全部都来自于那一包甜汤，真的觉得超好甜。天哪，很秋天吧？是不是很秋天？太好了，开心。对，好，我们来访问一下娜娜，请问拿到了我们的天堂吗？对，天堂有什么感觉呢？就是刚开始觉得哇，好棒，我这素材每一个都好棒，好喜欢哦。然后当我贴完前面的地狱之后，再翻过来贴天堂的时候，完全脑袋空白。我把智力真的用完，然后这是一个词穷当机，还在当机。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百搭款啦，就是随便叠一叠，我觉得搭起来很不错。它、okay、是变得很像一种云的感觉吗？它很飞翔哎、欸，超可爱的哎、欸，是我的地狱。而且竟然用了两张，太了不起了！哎哎哎！还有大抖大抖，这个老灰啊，真的很难使用它。所以我后来想说，就选了那个造型，让它感觉好像有对称。这样贴上去很可爱啊，虽然说有点荒唐，但它还是非常。隔壁桌的小银窗，小银窗，我觉得很棒，有有有中式的感觉，有中式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很棒。然后握个手吗？硬要握手。我获得的天堂拼贴素材是阿萨的。它这里面提供有像这样子很复古优雅的女性，以及这一种素色的花卉，所以整体搭配上啊，我就用了这样子的英文旧书报，还有这种感觉比较简约复古风贴纸素材，以及这种蕾丝纸。那剩下空白的地方，觉得好像还可以点缀一些什么，后来就跟 Kian 借了他的印章来盖，觉得非常的加分。至于地狱拼贴素材呢，是 Alice 所提供的。那他提供的素材有我们看到的月历纸，还有这个蓝色的书签纸，以及很粉嫩的照片贴纸。那搭配在一起啊，我希望它可以营造出一种时尚感。我又选择了蓝色系的风景贴纸，还有少女以及音符的一些元素。那最后印章还是得用到啊，就再跟 Kian 借了他的印台盖上去，发现其实这个颜色很加分。首先呢，我的天堂素材是来自于 Kian， 主要他提供了一些绿色系的纸张，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轻巧活泼风格的纸张，主要呢我还使用了他在包装上面的英文杂志风格的烘焙纸，这是非常时尚的设计，所以我立刻把它剪下来使用。那我自己呢还搭配一些像是比较知性和时尚感的一些小贴纸啊，然后为了搭配这些纸材啊，我还使用了 A 所剪好的一些花卉素材，整体呢就希望它非常的有点粉嫩，但是有点知性感。然后你的日期还盖错，我日期盖得乱七八糟。其实我本来想要盖我们交换礼物今天的日期，但是盖成一个神秘的数字，所以我们就是略过它吧，哈哈哈。那我的地狱素材呢是来自于小璇，那主要呢我使用了它所提供的这个小型的贴纸，还有其实还蛮华丽风格的一个圆形印章。那我自己这边呢是使用了同样也是我们 A 所剪好的一些素材，像是这种美丽的小人物啊，有一种粉彩感，还有像这样子有复古感的蕾丝纸。主体呢我使用了一些有粉嫩感的 A 所购买来的纸材，那整体搭配起来呢，我就希望它走一个浪漫又气质优雅的风格。上星期才说是今年度要使用的本子，结果今年就先开箱使用了，真的是超前部署，好赞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是在雀屏的工作室现场，左右两排先经过非常生活的危险路段，最底部呢是拍摄的经典场景，在这巨星般的场地跟大家说再见。那也别忘记有要参加 YA 的第一次抽奖活动，拜拜。